欧阳妮妮带宾士男回香闺，傅娟阿母说话了。欧阳妮妮遭到带宾士男回香闺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4月6日。艺人欧阳妮妮的感情世界一向受外界关注。三月，她到南韩参加时装周，遭朋友在 IG 流出亲密牵手照。据了解，对象是宾士男李佳安。没多久，她自己的 IG 也放上甜蜜合照。五日，她被媒体直击，李佳安开车送她回家。随即一起进屋，到深夜都不曾离去。对此，老妈傅娟认证两人是好朋友关系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欧阳妮妮上完通告，与助理一起步出电视台，随即走到暗巷，一辆黑色宾士车早已酒后多时。妮妮与助理上车后，黑色宾士车立刻开往欧阳家。助理抵达后先下车，让两个好朋友甜蜜漫步。黑白同款情侣鞋在小情侣脚上大放闪，看得出两人感情非常好。欧阳妮妮遭曝恋爱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4月6日。对于妮妮的恋爱是否明朗化，傅娟表示，李佳安与妮妮一起合伙品牌 Class I C Zoom Looks， 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昨天我从杭州回家，所以他来开会。对于女儿恋情没有正面回应。